山西历史事迹历史大会，有请历史推荐人苗阜李明宇。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世界面食大会。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山西运城官乡大刀面代表秦创年师傅登场。怎么样，这刀真家伙啊。哎，您把刀先撂，您别扛着，要不然不敢站您身边。明宇，你这推荐这师傅是走错片场了吧？咱这不是武林大会啊。哎呦，还别说，这刀还挺快的。真挺快的，真挺快的，也有点分量。这可不轻。这真不轻。是。来，接下来请秦师傅来自报家门，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秦创年，来自山西运城，运城是关公的故里。我今天带来的单品就是关乡大刀面。这是您的夫人是不是？是的。来，您也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姚艳阳。特别想问问您的夫人啊，就是她当初想到要做这么漂亮一把刀来做面食的时候，你有阻拦过她吗？那个时候她太敬爱她的专业了，我还是支持她的。那行，各位是不是对这么漂亮的刀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特别期待吧？早就迫不及待了啊。那没问题，那咱话不多说，拿起刀咱们奔料理去。好，等着吃面啊。哎呀，咱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啊！来，咱这和面里头加鸡蛋是为什么？增加它营养。为什么要往这个面粉里加鸡蛋？加了鸡蛋是为了增加面粉里边的蛋白质。增加了蛋白质之后，这个面粉在成熟过程当中就筋斗双口。哎呦，顶门杠子是干嘛用的？这柱子，杠子，我们叫杠子。哦，这杠子呀，这是开的整面。这个用杠子来压这个面也是咱大刀面的独创是吧？对。这个压跟擀有什么区别吗？有。有什么区别？这个面条更好吃，因为你用的劲儿大，越来越筋道是吧？哎，我这发现了啊，咱们这案板为什么是斜的呀？这就是我关乡大刀面的标配。秦创年所使用的案板并不一般，这是一副倾斜的案板，靠近身体的一面高70公分，另一面高60公分，前后呈15度角。由于经常一次就要和4公斤以上的面粉，倾斜的面板可以让揉面更省力，在擀面时也可帮助擀面杖向下滑落，更好地使面皮薄厚均匀。这些老一辈手艺人留下的记忆和数据似通关密码一般，生生打通了大刀面流传至今的继承之路。这小擀面棍都比咱家用的大，因为这今天的面团少，然后面多的话我们就用3根擀面杖。这是跟面的多少来决定擀面杖的根数是吧？对，最多您用过几根？就是3根。就是3根。这要是从我们小时候学习擀面的过程当中，这个片啊叫山子，这个山子擀的不讲究，牛舌都行不行，得日字片，整整齐齐的，前面不能是圆的。哦，咱这样反复擀还需要擀多长时间？看程度吧。它会越来越薄吗？对。哦，这已经很薄了，这会儿看。你看这基本上就可以切了。关乡大刀，整把刀重达22斤，只刀头部分便重达18斤，为中条山黄铜铸造，上镶苍龙戏月图案，栩栩如生。从设计到成型用了4个月，改动了8次方才定型。再看这刀身，刀长55公分，刀刃前端宽20公分，后端宽19公分，加之18公分的刀柄，整把刀总长达到90公分。更富传奇色彩的是，此刀为以70岁老铁匠精心手工打造而成。这把刀切的是面，过的可是手艺人的心。在切制时，厨师需要一口气吸足，脚下呈马步状，沉肩提肘，刀力配合案板的弹力，一口气可切出100刀以上，根根粗细均匀，长度一致。长此以往，切面技巧心口相传。
那个请教您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最快您切面的速度一分钟能切出多少来？哎呀，我没有统计过，因为我们师傅原来说的时候讲究这个一口气切多少刀。一口气啊，咱这次切就是看一分钟咱能切下多少刀去。来，三二一，开始。这个每根面的宽度是有固定要求的吗？是有固定，大概是多少？宽度应该是1.5毫米。还有5秒，5、4、3、2、1。能数出多少刀了是吧？200多刀。200多刀不少了，一分钟啊，200多刀。那咱就下面条，没问题。来，这面条特别好熟，两开就熟。两开就熟。嗯、我调汤，我们一般是先定盐味儿，盐是百味之王，因为咱这是羊汤啊、嗯，我都兑了10几个小时了。调汤主要做的是什么？调汤就是在原汤的基础上调味儿、原汤里面有佐料吗？没有，只是羊骨汤、但调汤就要放佐料了，是吧？是调料。然后再定颜色，定颜色，这个是我自己秘制的。能透露一下主要的原料是什么吗？就是酱，就是酱，是吧？嗯。非常高兴地宣布，我们这碗官香大刀面制作完成了。已经上到各位的桌上了。刚才啊，我突然想起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叫做不疯魔不成活。人的一生当中总要有一个自己的追求与梦想，秦师傅的梦想就是认真地做好每一碗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继承。各位老师，各位评委，咱们点评一下好吧。这个面条的口感可以，但是这粗细呢不均匀。那这个面如果粗细参差比较大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口感的。我觉得秦师傅这个汤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它营造了一种情境，一种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就跟它的这个关公的大刀，跟这个它的地域性有了非常密切的一个连带。让我们欢迎酒窝面雷建国先生。欢迎雷先生，欢迎雷先生。首先给咱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吧。以丝光做面，秉匠心入味。大家好，我是山西面食公司镜面味道的代表，我叫雷建国。我们今天参赛的单品是一根筷子成就的山西历史名吃酒窝面。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什么铁板？铁板鱿鱼的铁板。对，大铁板，进行炒制。哎呀，这个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副。你特别适合捧这个。怎么着？人1000多年的历史，让您一评就铁板鱿鱼似的，您这不是？我推荐您得往高端上推荐，您老是往低端上。本来人店里的东西推荐成摊上东西了，你人家店里也有铁板鱿鱼啊。咱其实这个口说无凭，我觉得啊已经香气扑鼻了。雷先生，咱们一起走进料理区。咱们这个面粉和其他的面粉有没有区别呢？我们是石磨面，它石磨面呢，它由于转速慢、温度低，所以它磨出来的面呢，它损失的这个营养成分就少。我看咱这还有这别的颜色，这是南瓜汁儿。哦，南瓜汁儿啊，这是菠菜汁儿。菠菜汁儿，等于咱是做出来好几种颜色，是吧？我们是三色酒窝面，镜面味道的酒窝面，选用山西运城的小麦，用传统的石磨，低温低速磨制成粉。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小麦中的各种营养物质，更使得制作出的面食口感柔韧，麦香浓郁。三色酒窝面将新鲜的菠菜、南瓜分别加水榨汁，有形的蔬菜在水中不断地旋转、分解、融合，成为既定的状态。这便是三色面的颜色基础。
分别浇入磨制好的石磨面粉中，菜汁与面粉逐渐融合，三色面团便开始成型。面团较普通的面团水分少，手感略硬，每揉两三次都要进行一次翻转。这样的翻转手法是厨师们平时总结出的经验，也是这里独有的手法，因此也成就了这道外形出挑、名如其形的三色酒窝面。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面呢，都是用机器钢磨来磨成的，所以在钢磨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温度，破坏里边的淀粉和里边优质的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受热就容易变性。那么石磨在磨制面粉的过程当中呢，温度不易升高，所以是最大程度的保护了里边的小麦的优质蛋白质，所以吃起来筋性要强一些。而且石磨面要比机器磨的面面香味要浓哦。这个姜老师已经说了哈，实际上它在温度的时候，它不光是蛋白质的问题，其实维生素、矿物质也最大的这个保留了。因为现在那面啊太白了，你知道吧？磨得越精的那个面，它的营养素越少，所以这个呢就是把普通的白面的那个劣势呢就给它去掉了。这是它的营养方面。三种面的颜色啊，现在都已经呈现出来了，有白色、绿色、黄色。啊，现在切丁啊，手法多娴熟啊，一个个酒窝面就切出来了。酒窝面被山西人称作是一根筷子成就的山西历史名吃。筷子在酒窝面的制作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切好的面丁放在手掌心，将木筷的小头对准面丁的正中心，心点再捅，接着转，面丁瞬间便甩成酒窝状，皮薄而不破，微卷而不粘，让人不禁感叹酒窝面的名字竟可以如此形象。哎，你看我们这已经这个一个一个都弄好了、已经下锅了，朋友们、我们这得先得煮到几分我们才能用这个铁板呢？基本上煮到九成。把它煮熟了，表面的淀粉会糊化，就很容易粘。对啊，我要过了凉了之后了，我在炒制过程当中不易入味儿。我面已经出锅了啊，我们的酒窝面，哎呦，真像一个可爱的小酒窝。哦，哎呦，色彩也好看，这灶台也干净卫生。咱们先聊聊咱这酱吧，就两种酱，哎呦，咖喱酱。对对对，那个是 XO 酱，哎，有点意思。如果说面的制作是一道面食的灵，那么与之相搭配的酱料则是它的魂。浸面味道的三色酒窝面突破传统，选用自主调制的创新 XO 酱和咖喱酱，用西式的铁板大火翻炒，色泽鲜艳，酱香浓郁，传统与创新在这里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XO 酱以海鲜为基料，选用金华火腿、马椒咸鱼、海米、虾皮、干贝、辣椒、大蒜等为原料。咖喱酱的制作以水果为主，选用香蕉、提子、雪梨、西芹、香菜等六种水果、八种蔬菜，辅以纯净水榨汁过滤，所得的果蔬汁入锅烧开，加咖喱粉、咖喱酱等调料，慢慢搅拌，小火熬制半小时，最后放入淡奶，一锅香气浓郁的秘制咖喱酱就制作完成了。这是另外一个了，这就是咖喱的，是咖喱汁，咖喱油已经放上去了。要注意了啊，火爆的一刻来了啊，火，红红火火。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碗新鲜出炉的酒窝面就制作完成了。将传统的味道去改变、去创新，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但又给我们的面食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
就像一个漂亮姑娘脸上的酒窝，调皮可爱但又不失温暖。这就是我们山西新味道劲面味道。好了，各位老师已经品尝完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出一个公正的这个评价。我觉得这个历史的故事，它的文化内涵恰恰符合我们面食的名义这个主题。我呢要说你们的这个创新呢是很有意义的啊。有意义在哪儿啊？传统的确实里是热水和面，或者我们叫做三七面二八面啊，这个口感比较好。但是呢你这个呢恰恰这个酒窝，我觉得在冷水面条基础上应该再加一点盐啊，再让它筋道一点啊，这个口感会更好。我觉得疙瘩不可以使用冷水面团，那么为什么不用烫面硬一点？这样第一点便于受热，第二点便于入味，第三点不需要点水。点水的目的是什么？点水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更快的成熟吗？所以古人教了咱们两句话，第一句话叫釜底抽薪，也就是说咱们可以改小火让它充分的煮熟，而不是点完水焖熟。第二点叫扬汤止沸，也就是说咱们可以拿勺子把这个热水拎起来，让它里面的热量散发，不是为了让里边的汤不开，而是让里边的汤微沸，使它接近于更快的成熟。这个食有百味，适口者珍，对吧？所以呢我不以自己的口味来评判它的好与坏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努力的与时尚流行的口味接轨的这种做法就是值得肯定的。对，我觉得你们大家都说在创新啊，可能我这人特别保守，我反而觉得这不叫创新，这叫嫁接。20年前我是学潮州点心的，跟着第一波的潮州先生进北京搭潮州菜班子，我就知道 XO 酱，所以我觉得这不认为是创新，这只是把异地的风味进行嫁接。我跟你说，我觉得它这创新点在哪儿？咱们传统 XO 酱没有这种颗粒感不强，我觉得你这颗粒还小，再稍微大一点，再酥一点。肉沫是吗？它就是握的那个眼儿里边那个感觉，我特别喜欢。在南方很多的都是 XO 酱嘛，比如说 XO 酱炒银针粉，所以为什么刚才我提出来，最好是要用烫面。第一点便于人消化吸收，第二点有筋道感，第三道便于入味儿。所以我倒反而觉得这道就真是应该要想拿到世界去。这种水平反正我是不给分。不管是这个加入水果也好，或者加入咖喱也好，或者加入 X 酱也好，这都是在这个山西面食创新道路上做出的特别可喜的这种探索。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山西向世界宣布我的面食也有了新的变化的一个宣言。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说这个太好了。接下来要推荐的呢有中国第一面之称，牛不牛？听这名字我就能赢，而且啊自从1999年开始就被评为了中国三大主流面食快餐之一。这个面食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就今天的这位单品来说已经传承了四代了。所以想知道我推荐的单品到底是什么吗？请看。一座城，一条河，一碗面，这面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拉面。这碗饱食着中国人胃口的面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清末民初时，兰州的街头巷尾就有人挑着担子开始沿街叫卖。当时有个聪明的小伙子决定把流动的摊子固定下来专门做面，这个人就是马宝子。马宝子他从这个集市上就开了一个档口，就进行了现场的制作，现场和面，现场拉面，然后把汤再浇到上面，上面再放上牛肉粒，再放上一些青蒜蒜苗，然后加辣椒油，那时候就形成了一青二白三红四绿。后来马宝子开始在面中加入了牛肉丁，这一做法延续至今。
至此，马宝子的传人传下了这门手艺，直到第四代传人马忠，在黄河之滨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牛肉拉面卖场。东方宫做面的手艺代代相传，丝毫不敢马虎。吃时先喝一口汤，挤大口面过了瘾，再把热牛肉加入面中，热牛肉鲜香酥烂，入口颇带粘稠，这是热透的脂肪特有的口感。食客在享受传承技艺的同时，也吃到了继传四代的家传故事。接下来我们有请兰州东方宫集团副总经理陈涛先生，欢迎他。欢迎欢迎欢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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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陈涛。我来自甘肃省兰州市东方宫清真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哎，听说您是家传四代。对对对，是吧？这四代里头您觉得有什么可跟我们大家介绍的分享的？最初这个拉面它只有细面和宽面之分，然后品种比较少，比较少之后我们传承到现在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延伸了，延伸了它多样化。多样化啊，就是面的品种和形状的多样化，哎，让我们的美食朋友们更有更多的选择性。对对对，目前现在我们做到是十种拉面，第十种是东方宫独创的，啊，叫五道丝面。你看，五道丝面，五道丝，五道丝，对，面的形状犹如这个五线谱，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五道丝。我们完美的将继承与发展结合到一起，我觉得这才对拉面事业起到推动的作用。话不多说了，我们现在操作起来，咱们直奔操作间，怎么样？ Okay, 走，请。好的，赢他们我都迫不及待了。好的，好的，开始来。二位请。我们采用的面粉是我们东方宫牌的面粉，东方宫的面粉，对，只供应我们自己啊，别人想买都不给他们，是吧？ 对, 对，卖不到。我们的卡师傅现在进行的第一道工序，用水和面粘起来之后用手开始搓，搓出蛋花状，就是初步成型。初步成型，哎，我看到了他的手法跟以前和面不太一样。不一样，我没见过这种手法。这种手法来搓跟我们传统的这种搓面，普通的家里搓面口感上应该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最后它会起到这个会更筋道，因为让水充分的融合了面粉。还有一点特殊性，就是我们做的牛肉拉面的这个面是不用醒面的。您瞧，还省时间，和好之后直接可以开始拉面。是这个拉面啊，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以山西、山东、唐山、北京不同的是什么？它偏西北，所以它使用两种，我们俗话称叫盐筋碱骨。盐是筋，碱是骨，它使的碱是用草木灰和矿物质熬炼出来的，所以这种灰是强碱。一旦强碱进入到了面粉里边，它不是上劲儿的作用，是泄劲儿，它让蛋白质迅速凝固，大量吸水。所以刚才咱们的老板说了，我不用醒的时间过长，我就稍微一溜就可以了。它是利用强碱使它泄劲儿。咱们现在揉的这一团面是做这十碗面的材料， 对, 对吧？对对对。现在看都是一样的，从哪一步开始这十碗面就开始有区别了呢？第一步，和成之后然后拽出来的这个面段，我们这个兰州叫面剂子，从面剂子开始，您要选择十种面型，现在就要告诉他。这道工序一结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十碗面剂子的不一样，是吧？它会揪出面段，就是面剂子。现在就开始揪的是面剂子。这每个剂子是一碗？对，一碗面，一碗面的量，标准碗，一碗面大概有三两。这是韭菜叶。这哦，韭菜叶撑出来之后和韭菜的叶子一样宽窄，俗称韭叶面。韭叶面。兰州拉面的抻拉工作技巧性极强，初学者很难掌握要领。一个面节正好是一大碗面，每拉一下要在手腕上回折一次，拉到最后双手上下抖动则为一扣。面条软韧绵长，粗细均匀。兰州拉面共有九种面型，大宽、薄宽、二细、二柱子、荞麦鳞、韭叶子、毛细、细面、三细。兰州拉面一般为七扣，细的则为九扣，
毛细面可以达到11口，条细如丝且不断裂，面条光滑筋道，在锅里烧煮一下即捞出，柔韧不粘，真可谓烹饪之精华。兰州拉面经过数百年不断延续，厨师技艺精之又精，如今也真正成为了继承世代的工匠技艺。来，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我们原创的难度最大的5道丝面，一只筷子，一根筷子。所有的面的形状都是先要把面做成一个雏形儿，然后再给它无限延长。对。行了，我觉得我这代言人算是拿下了。谁见过5道丝面呢？我是第一次见。苗阜，看好了啊，能够穿针的毛细啊。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这绝对能穿针。太细的面会粘到一块儿。漂亮漂亮漂亮。穿针是绝对没问题。瞧好了。您给帮个忙拽一拽。轻轻。哎呦，下来了下来了。哎，下来了，行了，没问题了。看得见，这就是穿过来，这是穿过来了啊。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毛细啊，因为这个拉面在完成的过程当中要比抻面难。因为我们抻面所有的碱盐都是为了蛋白质面筋服务的，所以它是上劲儿的。我们真正的抻面的标准是什么？绷好了条之后没下锅，抻成龙须状，起码在常温当中1分钟之内是不可以折的，所以叫不粘不连不断不折，这是为最好。但是咱们这个拉面就不行，拉面它是泄劲儿的，所以一定要手法娴熟和快才可以完成。咱再去看看汤吧。这个汤呢，这是秘制的，我们东方自制的料包，料包肯定是独家秘方。兰州上千家牛肉面，因着汤的不同，有着千种滋味，因此也就有了耍汤之说。东方宫熬煮牛肉汤的秘方已传承四代，牛肉选用兰州当地黄牛肉，需极其新鲜。放入清水中浸泡半个小时才可入锅，牛棒骨、牛酱子则剁碎垫在大锅锅底，方便裹碎入汤。汤头浓郁的秘诀来自秘制料包，而花椒是其中最为独彩的一味。这是产自甘肃陇南一带的花椒，果实饱满，香气异常，指纹便叫人神清气爽。而更为惊奇的是，随着牛肉秘制料包一同入锅的还有一只土鸡。那时候的汤呢，它入汤的时候加的是牛肝，因为那时候的人的这个老百姓肚子里缺油水，这个东西是越膻越好，越油大越好，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正宗。但是到现在呢，经过演变之后，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高了之后，我们就把它牛肝去掉，我直接换成这个散养的柴鸡。三样的拆机目的也就是提高这个汤的鲜度，把牛肝去掉，不要让它这么膻。猛火开始催生锅中各种食材的交融，此后3个小时内锅盖不揭，食材与香料升腾出的香气全部被密封其中。接下来的调汤需二人合力，硕长的木棍探入缸中，一人搅拌，一人不断加入沸水，直至缸满。此时整缸的汤被搅动得如蛟龙过江，翻滚不已。正因为有如此的高标准要求，才使这传承四代的熬汤技艺流传至今。哎，我看见盛面的那位师傅啊，每碗里面都有辣椒油。对，这个难道不是按照口味去调吗？不，标准就有是吧？标准是有的。牛肉面的组成部分1清2白3红、红就是辣椒，那你四绿五香，明白了，这是一碗面不可组成部分缺的一部分，不可缺的一部分。可以了，行，我们东方宫牛肉拉面10碗不同款式制作完成。来，各位评委。一人挑一碗，
你知道为什么得选最粗的吗？不容易坨。哦，您先得着一碗了。来，苗阜瞧瞧，我再瞧哪个辣椒最多。这是毛细。目测这碗多，喝这两碗。我尝尝二。王老师，您想吃什么？我给你拿。我要肉多的。肉多的。给王老师来一碗五道丝，这肉多。虽然面都摆在面前了，我这票还没拉呢啊。首先，这是一个传承几百年的技艺，有继承，也有发展。你们吃的不仅仅是一碗面，更是传统的文化。各位吃的差不多了吧？那还得点评点评呢。这个面呢，基本符合我师父的要求。嗯，他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好面条，说你牙齿碰到面条的时候得有弹性，嗯，不能一咬就进去，得有点抗力。嗯，那一根面条做到这样子呢，你就错了。因为客人是一口吃的，你要一根面条是这口感，一口下去太硬。但基本上这个面条呢，口感非常的好，就是你整口吃的时候，它确实是弹。接下来我们有请泰蛙在餐厅的于峰先生。哇，帅哥一个。林先生您好，您好。好啊，太有范儿了啊。哎，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呗。大家好，我是泰蛙赛的创始人于峰。我这次推荐的一款面品呢，是由这个泰国的有300多年历史的这个冬阴功汤和咱们山西的传统面食结合在一起的冬阴功海鲜面。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向料理区。我们和这个特别帅的于峰先生又来到了我们第二现场料理区，这是由两位师傅来对操作，是吧？泰国师傅，萨瓦迪卡啊，萨瓦迪卡啊，泰国师傅，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第一步该怎么做啊？熬骨汤，熬骨汤，好的，这是熬制5个小时的骨汤，骨汤，对，哎，好的，好的。就是泰国独有的一道这个保持泰国的香茅，对对对，它是这个香料，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所以这个汤啊，它最主要是在这个香茅草上。第二是泰国南姜，对，老姜姜味比较重，哦，它这个姜味比较淡。这个是泰国的柠檬叶，哦，它有个柠檬的特殊香味。这柠檬叶呢，我们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那怎么能够闻到它的清香？通过我们的体温。36度的体温揉搓，所有的香料都是这样。然后，您去闻闻这种味道，可以非常清香，非常清新的那种柠檬香味。这是干葱，对，跟咱们中国那个小洋葱，差不多。哦，泰国小米辣。哦，这个泰国小米辣听说特别的辣。对。那个，因为这个泰国吧，它一年四季比较干热，对啊，然后呢，这个最高温度有40多度，他们为了开胃啊，就要吃一些酸酸辣辣的东西，所以泰国菜它最主要体现在酸和辣，对他们要发汗，对，把这些要下到锅里去，对，要草本的香料出味哦，然后我们要调味，这个是冬阴功辣酱，这是特制的，对，特制的是用香茅草。泰国香菜，泰国香菜，对，还有柠檬叶打成粉，和泰国的泰椒一块炒制而成的。这个是泰国的青柠檬水，青柠檬水，对。冬阴功汤中经典食材便是柠檬。泰国人可以说食无鱼，但不能没有柠檬，几乎是每道菜都会挤上柠檬汁，使每一道菜都散发出浓郁的水果清香，带有典型的东南亚味道。泰国柠檬个小，味酸，香味浓郁，往往使闻过它香味的人终身难忘。小小一颗柠檬就能把泰国300年国汤的原汁原味彰显得淋漓尽致。山西面食包括我们中国人所喜欢那种酸味，来自于这种自然发酵。那在泰餐里边呢，有很多的来自于果蔬的那种酸香味，直接的。哎，没错，泰国的柠檬呢，它的那种酸度会更高，就是更适合于烹调料理。这个是什么？鱼露。鱼露啊，鱼露在南方又称鱼酱油。哦，主要是提鲜的。然后糖，少许的糖。对。哦，已经有点
有香味了，有香味了。嗯，现在要把这个筛出来是吧？要筛过炸出来。好，我们现在冬阴功汤的汤头已经做好了，下一步我们做什么？虾丸子。哦，做丸子啊。这虾丸不是去用那个机器搅，不是手工打，手工打。嗯，先通过这种物理的敲击，把这个虾呢是把它破坏，破坏它完整的虾子的形状，嗯，然后再通过这种摔打往里边让它形成这种胶性。最重要的这个一定要吃起来口感是要弹牙的。手打虾丸选自江南一带清虾，水质无污染，去壳去虾仁，用刀背拍成虾肉泥，而其中的要点则是虾仁不要太碎，这样出来的虾丸口感更 Q 弹。虾肉泥中放入盐、胡椒粉等调味，然后开始摔打上劲，摔打20分钟左右，虾丸做得好与否全靠这个摔打过程，越上劲丸子越有弹性，口感越好。打鱼丸选择鲜活草鱼，鱼肉切片剁碎成肉泥，加入柠檬叶末使其充满清香味，再加入红咖喱让浓郁辣味融入其中，有去除鱼腥的作用，最后加入调料摔打上劲，然后挤出，下入85度温水定型，再大火烧开，使其浮上水面捞出即可。它这个虾呀是因为蛋白质在摔打的过程当中，使蛋白质的表面呢增加强烈的粘性，在增加强烈粘性的同时呢，它的组织结构就变得松散了。这个时候下锅再一受热，蛋白质把里边的空气也就是空隙通过互化把它膨胀，吃起来的虾就更加的爽脆。泰国香菜，这师傅现在切的都是一会儿拌着面吃的是吧？煮在锅里头。哦，要再放一些。对，虾丸鱼丸现在放到汤头里边了。这个是什么？贝壳。哦，海青口。青口贝。青口贝。对。哦，连壳放是吧？对。好，我们现在开始下面了。这个面呢是由咱们那个山西的高筋面和鸡蛋和在一起，然后呢机制压出来的，看着很筋道。对，好，现在看到我们这个面啊已经出锅了，现在我们开始往上面要浇制。这个是蛋奶。蛋奶。蛋奶。这是椰奶，泰国的香菜。哎，这个插进去。嗯，我们这道中外结合的冬阴功汤海鲜面就制作完成了。吃这碗面之前，一定要先品尝在泰国传了300多年的国汤的味道，大海的味道加上田间的麦香，这就是泰国名汤和中国美食完美的结合。打开您的味蕾，我们来一起感受这全新的感官体验吧。除了个别老师以外，大家都品尝完毕了啊。第一，味道绝对纯正，有泰国料理的风格。第二呢，从用心上来讲，你看哦，它的每一个丸子，你刚刚没咬，每一个丸子咬进去之后都非常的嫩细软。这一碗面呢，问题大了去了，你选错面了。哦，对对。他如果做这种清汤寡水的汤面，他搂不住汁，那你要往细面去找。嗯、对, 对。然后加减的面是对的。好，好，谢谢。我是对对面的反面的老师啊，是绝对的不认可。哎。首先啊，我就说这个面它的来头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以后，去寻找各方的味道。但是我们永远忘记不了的是家里的味道，这碗面让我非常的失望，它没有那种面香，没有那种那个醇厚感，没想到这汤让我感觉到了泰国的味道，这碗面是不是能够更讲究一点？
咱先姑且不说它用的这面对不对，但是它其他的辅料、其他的配料、它的汤头，绝对可以说它不惜成本的在做这一碗面。它混合到一起，我们吃的是这种综合的味觉，只要味觉对了头，就一步一层楼；味觉不对头，处处栽跟头啊！好，谢谢谢谢各位老师。本周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美食还会继续，我们的美味不会停歇。下周同一时间，世界面食大会，不见不散。